哎呦，陈硕，你在干嘛？不是啊，这是我买的床头柜啊，我自己来公司。这种新家具通常都很臭，好不好？那你闻闻看。哎、欸，你擦很干净哦，竟然没什么味道哎、欸。嗯，因为它的板材是 FN 检验过的、啊，它的甲醛含量非常非常的低，而且你刚刚有地方也讲错了，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哦，所以甲醛闻不出来的。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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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你刚才耍我，对不对？哦、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你刚才说什么 ？FN 板材到底什么东西啊？来来来来来，走，我带你去认识什么叫做 FN 板材。有关于刚刚同事的疑问呢，我们今天来到城市家居的中和后料店，要来为大家解答啦。有关于刚刚那个 F1 板材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F1 它其实是一个板材的等级，我们把家具里面大家最在乎的甲醛它拿来测试说它的数值是可以低到多少。这个等级是只有台湾独有的吗？还是全世界都通用？ F 这个标准代号的确是台湾在使用的，像我们在市面上很常听到的欧盟它的代号是用一，有分E1跟E2。对，E1就差不多等于台湾的 F3，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 F1 是比欧盟的E1等级还要高的。其实就是 F1 它的品质更好，甲醛含量更低，所以如果你要挑板材的话，就记得要挑 F1 的。所以其实是每一种板材它都会有甲醛。的确是。那个甲醛到底会在哪里啊？是在板子上面吗？还是在板子跟板子之间结合的那个结合剂里面？它是在板材里面，它会添加一些胶水，用来粘合板材里面，把它固定固化的一个材质，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光用闻的其实闻不出来哦。但我想要问一下玲玲，所以我们现场的这些家具，像后面那个柜子，它其实就是 F1 板材吗？啊，对，它是没有错。说老实话，我用外表看，我看不太出来它跟一般板材的差别。哎，那摸起来有差别吗？没有啊，就是一块板啊，我觉得质感有比较好。质感又比较好，应该是因为我们家具的质感本身就不错啦。那很会接话，店长很会。对，质感是真的蛮好的。对对 对, 對、跟它是 F1 板材比较没有太大关系。你如果要知道一块板材它的等级有多少的话，还是要通过一些正规的检验。我是个外行人，我其实不太懂，就是这个数字要怎么看？检验报告上面会很清楚标示说，我们是检验哪一个板材它的型号。这边可以看到 F1 的标准的话，它平均值要在0.3以下，所以其实我们板材的等级已经比 F1 还要再高哦。哦，这样子我就理解了。这么大的东西，如果说这东西要我自己组的话，我可能就会打消我买的念头。这件事情就是城市家居是会帮我们解决的吗？只要满10000块以上呢，都可以免费的由我们的专人到府组装哦。哦，哎，等等，我有没有听错？10000？10000这个已经超过了，随便买一个东西都过10000吧？是，哎，这很划算呢。那我就会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说像这种家具啊，它如果坏了怎么办？像客人都会跟我说啊，万一我的板材变形，维修更换的话，自然的状态下的终身保修。这个终身保修，它是指说我这个所有的板材跟五金零件，你们都会来帮我维修？经常有顾客会来电到门市啊，那我们一查发现说，这个客人他是20年前买的家具。20年前买的家具，那他现在五金零件需要做更换了，我们是一样可以服务的。如果假设我今天看上这一组衣柜，但是我不知道它摆上我家之后，哎，它会不会跟我旧的家具搭不搭配？玲玲，我来帮你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说它的空间概念不太好。他不晓得说这样一组大概180左右的家具放进他家里面会不会看起来太拥挤。其实只要客人购买超过100000元以上啊，我们都可以帮你们做空间的配置。我把我家的空间的配置图交给你们，你们会帮我们做家具的配置？嗯，是的。哦，我刚刚去那边看那个 3D 配置图，我觉得很有趣哎，因为我没有想过来这样的门市通路还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一般来说，应该都是要有设计师才会提供我这样的配置图吧？嗯，对。台湾来讲，可能是设计公司或者是系统连锁家具品牌，对，比较有这样的服务。
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就坐在那里那个、啊，他自己在装潢新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自己画了一张？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啊，坦白说啦，钱都拿去买房子了，还真的没钱可以找什么设计师了，所以我就自己弄出来一张四不像的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专门来找你们，这样可以吗？是要问说什么样的消费者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吧？哦，你讲话比较委婉呢、啊。对。在我们城市家居这边呢，只要你有一个空间以上需要做颜色或家具的配置，我们就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这个服务跟其他家具公司比较不一样，考量到刚刚那个素人问的，素人对那个同事，我刚才想说素人是谁，代表他的心声，代表他的心声，一般消费者是说每一位门市的设计人员，他都有这样的技术，可以提供我这样的服务吗？对，每一个员工基本上都会，前三个月的同事就会比较密集的做这个空间配置，还有美学颜色的配置，他一定要学会。可是如果说要画到 3D 的话，我们尽可能让他学会简易的绘图软体。所以来城市家居来当门店的店员其实蛮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这个服务它能够对门店的这个销售业绩大概提升多少？平均一个顾客客单假设是三万，如果协助顾客做单一个空间的家具配置，大概可以提高到八万。会提高到八万，那成交几率蛮高的。客人愿意让我们做这个空间配置，成交几率是可以到达90%。哎，苏总，你有没有发现呢、啊？比方说你现在看上你前面这个茶几，哎，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家里要怎么摆这个茶几。你看，像现在这个空间，这样整个下来，搞不好说不定你看上一组茶几之后，你连沙发、地毯什么，通通一起搬回家。我觉得是啊，因为其实我只单买一个单品，我都很难想象这个东西摆到我家，第一大小合不合适，风格对不对，或者是颜色协不协调。一般的顾客，不管他是需要一件还是多件，他先想到就是说我先去实体店铺去逛逛、嗯、对，可能还没什么组织概念，那我们的居家顾问会跟顾客做互动，然后聊完之后发现说，哎，他除了衣柜之外，床还是周边的设备，整个房间都需要。哎，那如果我邀门店的同事去我家看看可以吗？哎，可以啊。对，我们的居家顾问基本上每一年会有经过两次的训练，做空间规划的一个丈量跟设计。很有趣哎，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门市，它居然可以提供服务到这么前端的需求上。像我们城市家居来讲，我们大部分都在商场内，那商场的陈列频数其实很有限，所以我们的频数小，从20坪到100坪，我们都可以陈列。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你同样看到，比如说这一款沙发，我们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定制，那我们透过就是画图的部分，帮客人把空间配置好。所以我们比较致力于服务系统的这一块。那至于价格的部分，我们是连锁店，当然全省价格都统一透明，消费者可以不需要担心他买贵了。哦，了解。吴总经理，我刚刚从门店回来，然后看了好多不同的单品家具。这个是我从门店拿回来的，你看看，这个是 F1 板材。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是大概会贵一般的板材大概是多少？以板料成本来讲的话，10%到15% 之间，10%到15%。但其实你都把毛利牺牲给板材的成本上了，是不是？整个生产来讲的话，板料的成本是比较高啊。如果说以整个柜子来讲的话，还会含整个生产的成本，还有它的量，以量来制价。原物料的成本是贵的，但是城市家具这边用它的量体来压制它的成本。吴总，可是感觉上你量再怎么大，你的量应该都不会比一些跨国企业大啊。跨国企业它的量确实是比我们大，那城市家居这边的话，虽然说我们的量没办法跟他们比，但是竞争上不管后勤店面的成本，这个部分都会比他们还有竞争性。所以这样有听出来城市家居的竞争力，它其实在它的商模的不同，它花很多的力气跟成本在板材上面，可它后续的不管是维运或者是门市的设计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而就从这里找出它的利润空间。谢谢你帮我解释，对。我就想说，看你一脸懵的样子，没错，对对，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对。刚去门店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就这两个品牌其实都有挂在招牌上面的，就是它的差异性是什么？为什么要来做一个子品牌？
绿的家具是早期的连锁品牌嘛，后来我们单品家具把它切出来，成立城市家具。那时候在考虑这个品牌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在都市的城市里面租房子也好，或是刚成家要去买第一次的家具，或是未来在增加的时候不会造成一些负担。其实是一个 niche market 的概念。没错，没错，没错。对不起，什么 market？利基市场，就是它其实是针对了某一群精准的消费者，它的精准需求所去成立的一个品牌。总经理讲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觉，因为我最近去中山站吃饭，然后就看到了，其实现在有一个建案，它可能是10坪或15坪，它就要隔两房出来。嗯，大家住的房子是不是越来越小了？现在有很多那个小宅的空间，小又窄的空间。一开始的时候，南部都希望比较大的。因为他们的空间比较大嘛，这样透天错，然后越往北部的话就开始越来越小，毕竟寸土寸金嘛。对，那是早期哦。那现在的话，连南部那边也开始面临到空间也没有办法盖到那么大，所以他需要的那种家具可能就像我们这种城市家具就会最适合。其实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是以前我们知道的家具店大部分都是街边店。对，那现在城市家具在卖场里面，那未来会有考虑开街边店的打算吗？目前来讲，我们有展店的计划，就开始往那个街边店这边来考量。会跟一般门店的差别是什么？街边店我们就是空间会加大，配置会比较多的那种情境的感觉，让消费者在概念方面会更清楚。所以其实我进到这个街边店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容易想象我家以后可以长什么样子。没错没错。谢谢吴总，我觉得城市家具让我学到很多。哇，原来城市家具可以这样搞。今天很高兴来到城市家居，我今天呢总共学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其实是他们挑选 F1 板材。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所有在挑选家具的消费者呢，他在第一时间呢就可以获得安心的保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城市家居呢在做出品牌差异化的护城河。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是在单品家具的这个红海市场里面呢，他们做出了不一样的服务化的差异型策略。消费者如果进到他们店里，原本可能只是想要挑选单品家具的，但他们透过呢这个空间配置的服务呢，提供给他们整个空间的家具配置。那这样子呢，也有效的提升了他们整体的客单价。第三点呢，也是因为这个空间的配置服务，他们背后所要付出的成本呢，也就是在人员的教育训练上，也是因为他们愿意投资人员在销售之外呢，可以培养他们对于空间的美感还有设计的协调度，所以呢也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看不见的客户满意度。但同样的，我们看到城市家居的下一个挑战是什么？其实呢，现在城市家居呢，在全台湾就只有30个门市据点。如果说呢，你想要提供给这些都会区以外的消费者更好的这些空间配置服务的话，要怎么样在全台呢去建置更多的门市据点，就是城市家居接下来的考验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就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一集一个精彩案例，教你如何聪明做生意。我是商周的舒荣，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